就让我们一起保佑他平安。行了妈，咱也别多想了，明儿呢我陪您去省城转转啊。哦对了，我忘了，我得跟贺山那边说一声，您不知道您丢的这些日子把他们急坏了啊。去吧去吧去吧，先把牛奶喝了啊。哎，正好都来了，都来了！哎呦，正好！你不要转移广大国民群众的注意力，你弄得我们全民皆兵，鸡飞狗跳的，你啥意思啊你啊？是啊，你去看小小，你打个招呼啊！而且你走的这些日子，你大哥茶不思饭不想的。说啥呢？这不是回来了吗？你再不回来，魂儿都丢了。好了，你也甭批斗我了。哎，好赖我也是江柳饭店的股东，今天这顿饭就算我给你们赔不是了。哎哎，大家能开席了吗？妈，您不仅是股东，还是我们这儿的董事长，开席开席。来，咱们举起杯中酒吧。这个，我这杯酒呢，就算是给大家道歉了，赔个不是。我干了，你们随意啊。好，谢谢。来，吃，边吃边聊。来。哎呀，既然大家呢都来到省城了，那就多玩几天，然后我跟你们一块儿回鹤山。哎，竹子，那不行，你就别回鹤山了。再说，还是干啥呀？对呀，干什么回鹤山呀？别回去了，我和小安都在这儿，不能回啊。哎，行了，咱们边吃边说边聊啊，边喝。来，吃肉。来呀，吃鱼吃鱼。我爸这手怎么样？啊？来。这倔老头儿，他今儿没来呀，还生气呢。生什么气呀？他那也是担心你。你走的这段时间，这老周为了找你，可使尽了浑身解数，给大家又分工又布置的，电话费都花了好几百，出的力呀，可不比别人少。这几天身子骨不舒服，家里歇着了。啊，好，他也老喽。竹子，你这辈子活的比我牛，丢了，大伙儿像疯了一样找你，像叫魂儿一样找，找不到，大伙儿都像丢了魂儿似的，把你找到了。大伙儿又呼啦一下子都围到你身边了，热闹啊。哟，竹子大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咋的，不欢迎我呀？欢迎。老周，竹子大姐来了。啊？老周，嗯，竹子大姐来了。哦。
哎呀，有啥事儿进屋说呗。那个，我说两句就走了。范总，把老周借我两天。借我？跟我一起去看看小小。哼，你以为我没去看过他呢？这个臭小子，他不见我。你跟着我去，他会见你的。有些话，当爹的说更好。妈，小小。管教，我身体不舒服。小小，你爸来一趟不容易。今天不是来骂你的，爸想你了，就过来跟你唠唠嗑，唠唠嗑啊！来来，坐下，来来来。行，没咋变样啊。哎呀，最近一段时间啊，我就一直在想你小时候的事儿。我这左一个右一个，抱着你和小峰，想你给爸惹祸了。把满院追着你打，还想那回你跟你妈去星海湖看我，再有别的呀，我就咋想也想不起来了。不是因为爸年龄大了，是因为跟你们在一起待的时间太少了。养不教，父之过。你出事以后啊，爸挺长时间觉得抬不起头来。不是因为爸觉得你给咱们家丢人了，真不是，而是爸觉得，爸觉得对不住我儿子，爸愧对你了。是我亏待您。配做您的儿子，别说这些傻话。配不配的，你都是爸的儿子。不说这些了啊，不说这些了，现在说都没意义了。
今天来啊，就是想跟你说，人活一世，没有不犯错误的，没有不摔跟头的。战场上就没有百战百胜的将军。你爹我打了半辈子仗，让我记住的还真不是那些胜仗。你看，像四平、营口，就是因为这些败仗，才有了后来我们解放全中国那些伟大的胜利。儿啊，眼下就是你，也包括老爸，是咱俩正在经历的人生的一场败仗。没关系，咱是堂堂正正的爷们儿，摔跟头不怕，爬起来，打起精神，再来个反冲锋。老爸都想好了，我这次要陪着你一起战斗，我跟你一起冲锋。你是我儿子，你小子是啥脾气？爸是知道的，爸相信你，爸相信你一定能把失去都夺回来。爸，妈，大江，把你爸送回去，妈先不回去。妈，小蝶回来了。妈，我们几个商量了一下，您要是不想回来啊，谁拿你也没办法。但是你必须要答应我们一个条件，我们几个排了个班，每星期去看你一次，行不行？先把你爸送回去吧。好嘞。
那么多的不理解，都不合适。人呢，都会变。有人变好，就像你哥，从一个不着四六的小混混，变成又踏实又能干的生意人。有人变坏，就像我儿子小小，那么好的一个孩子，变成了贪污犯。妈，妈，妈，我们来接您了。往前看，别回头，好好做人吧。
感谢您这些年对我的照顾。谢谢。走吧。吃一顿好的，然后呢，今天的行程给你安排的满满当当。现在你找一个澡堂，你搓个澡啊，去去晦气。我还准备了一身的名牌，新鞋新衣服。咱啊，把里边穿出来这些东西，拿到河边都给它烧了。哎呀，哪儿那么迷信啊？这都回家了，那都是好运连连啊。话这么多，生怕别人不知道，你这是有经验呢。都是自家人，怕什么？哎，皮猴子，你呢？现在要没什么其他的打算，姐就替你做回主，来我们江柳饭店做个副总。啊，现在呢，我们这生意大了，就我和你姐夫这个文化水平啊，管理起来真不行。你看啊，你呢，大学生，啊，工作能力强，脑子也好使。你在我们这儿能给我们帮大忙啊！再说了，你看你现在30多岁，正是男人这最好的时光，那得再干出一番大事业呀。姐啊，嗯，我能不能先考虑考虑？这有什么可考虑的？我没别的意思啊，能来江柳工作，我当然是求之不得。主要是我和社会脱节的太久了，我想先到处走一走，学点新的东西，等彻底想明白了今后的路到底该怎么走，再决定，行吧？二哥、二嫂，姐、姐夫，你们放心吧，我一定好好活出个人样来，否则的话，就对不起妈这些年陪我吃的苦。好，来，干一杯！来，来，来，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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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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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跟医生谈过了，竹子姐的身体没什么大碍，补充营养，好好休息，养一段时间就好了。医院有一部分区域是用来休养的，等她稍微好点，我就把她转过去。我已经安排好了。你们的母亲这辈子太不容易了，从现在开始，在这里的每个人都有这个义务，不能让她再吃一点苦，遭一点罪。先说眼前的事儿吧，住院期间呢，大家伙儿啊轮流过来陪着他，这里不能断了人。首先是我，我只要没事儿，我就天天在这儿。你们呢，都有各自的工作，看看，把时间安排一下，啊，轮流来值班。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行，放心吧，我们一定尽心。嗯，妈，我觉得您岁数大了。不用在这儿守着，有我在呢，我一定会24小时的不离开妈，您放心吧。好好照顾你妈，妈，现在是该你们尽孝心的时候了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慢点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都！哎呀，老孔大哥，老周啊，咋样了，竹子？还行啊。咋样了？老张啊，辛苦辛苦啊！辛苦啥？哎呀，乔峰，你看这为了竹子的事儿，大老远你们跑过来，谢谢你们啊！净说外道话！我这个亲戚也不够个格啊！嗨，年轻人都有他们的活法。你看这大江小柳，不挺好的吗？啊！哎，那咱赶快上病房看看竹子吧。啊，对对，走走走，进去吧，走走走走走走啊。竹子，竹子，哎呦，你看看你看看，这老伙伴们都来看你来了。来了，又又又，哎，心情挺好啊。哎呀，小小啊，这现在说话一团和气，也没官架子了，这才是你妈的儿子呢。哎呀，这最近啊，就把他给累坏了，白天黑夜的在这儿伺候我，也没法睡个好觉，辛苦了，儿子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小小好样的。嗯。你看我儿子这是眼圈都熬黑了，儿子，赶紧回去啊，回去好好睡一觉，爸替你值班啊。谁同意你来值班了？那我可没这个福气劳您大驾哦。你这，你看儿子熬的，你这把他熬病了，你不心疼啊？那再说了，我也没啥事儿，我在这替替他，怎么了？谁来都行，就你别来。你说你岁数比我大，你来了是你照顾我还是我照顾你啊？不是我这体格还用别人照顾吗？儿子，行吧，我去回家，快快回去洗洗，回去回去，回去好好睡一觉啊！送来了送来了送来了，我们送他回家吧。老周，竹子姐是好意，她好生替你着想。是吗？嗯。竹子姐，这儿女们要上班做生意，还要照顾他们自己的孩子，我们做长辈的尽量不要给他们添麻烦，总累着小小一个人确实不大合适。要不你看这样行不行？老周就别常来了，我反正没事儿，我来替换小小。
这样呢，你能让他松快松快。哎呀，竹子，你这个时候就别犯倔了，听刘院长安排。刘院长说的在理儿。对对。哎，你们四个在家又没啥事儿，对吧？你们可以过来陪陪我唠唠嗑吗？哎，其他人就甭来了，省着我看着心烦。老姜，你看说你呢，啊？行了，你们来了，我啥病都没了。妈，您现在恢复的是真不错。我本身就没有病啊，这么大的一个疗养院。行了，咱也转半天了，坐这歇会儿吧。来，哎，您坐。好嘞。慢点。哎呀，妈现在呀，可是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真是过上地主老财的日子了。妈，我跟小安平时白天比较忙，陪您的时间少，在兄弟姐妹里面，我们付出的最少。春梅啊，一家人不分彼此，你的心妈明白。行了，春梅，快去忙学校的事儿吧，我陪着妈就行。快去吧。那我先走了，妈。去吧。慢点。小安，小凤和你们联系了吗？联系了，他基本上是一两个月跟我们联系一次，不过也不一定，有时候忙起来，可能三四个月才联系一次。哎，还是不要我这个妈了。妈，您说的这是哪儿的话呀？小凤的脾气您还不了解吗？他是有什么事儿都自己心里憋着，而且。当年小小的事儿，他一直觉得对不住你。小小的事儿，他没有对不住我。不过当年他抓小小，妈心里确实别扭，但很快呢，陪着想明白了。妈手里呢拿的是家法，他行的是国法。咱这个小家重要，但国家更重要。妈，您说的对，小凤现在挺出色的，她在特警队干得挺好的，已经立了三次二等功了。出色，很出色，但也是个狠主，要么也不会这么些年都不跟妈联系。妈，瞧您说的，小凤不是那样的人，她每回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问起您，而且她的工作对我们也保密。估计应该是有纪律上的要求的。这我能不知道吗？他每次给你们打电话问起我，他要是想我的话，他可以直接打给我啊。妈，他不是怕您，你是生他的气吧？当妈的跟儿子生一辈子气的。给小凤打了好几天电话，给我留的号码也打不通，呼她也不回，你说这叫啥事儿？你别着急了，这不来信了吗？你咋不早给我呀？我这不也刚拿着吗？妈，您可别嫌我烦啊，往后啊，您住哪儿我就住哪儿，伺候您。小小。你哪能老跟着妈？你还年轻，休息一段时间，你得找事儿干，啊！你跟小蝶的事儿咋样了？啊，离呀！哎，这老一辈儿离，小一辈儿也离，这事儿还传了代了。他应该有他自己的生活。等他回来，我们就办手续。您放心吧。离吧离吧，这不离呀，日子也没法过了。
这怎么收拾上了？真要走了？我都好了，可不得走吗？妈，小峰有消息了。啊，有消息了？你去南方了？没有，我这还没出门呢，他的信就来了。他在那边啊，奉命参加一个重大的行动，接下来就要进入保密阶段了。给。我不看，你给我说他信上说了些啥。他在那边挺好的，带出了好几批新人了，也算是圆满完成任务了。这次呢，是他奉命参加的最后一次行动，完事就调回原单位了。他说回来以后啊，要向您当面负荆请罪。这么说，这臭小子真的要回来了？对。这小瘪犊子走了这些年也不跟我联系，他回来了我再收拾他。哎呀，行了，我们都长大成人了。妈也就放心了，今天就回鹤山，跟你孔大爷、张阿姨一起住在胡同里享福。哎，妈，什么叫您一个人啊？我也得陪您回去住啊。你也甭跟着我，你也长大了，有自己的路，以后的路还长着呢。等你干出点名堂了，你再回来陪妈。嗯。小方桌，有一荤一素，一个身影从容的忙忙碌碌，一双手让这时光有了温度。太年轻的人，他总是不满足，固执的不愿停下远行的脚步，望着高高的天，走了长长的路，忘了回头看他有没有哭。是你在敲打我的窗棂，听到这儿你就别担心，其实我过得还可以。月儿明，风儿轻，你又可曾来过？做饭了啊。我还不饿呢，我。哎，这门咋开着呢？是不是竹子回来了？啊？哎，竹子，哎呀，孔大哥，老张，你这是出院了？是啊。哎呀，你怎么不告诉我们一声啊？告诉啥？这不回来了吗？都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哎呀，真是谢谢你们！你看把这个小院打理得多好啊！谢啥呀？这阵时间你不在啊，这小院都不热闹了。咱这左邻右舍邻居啊，都挺想你的。我也想你们呀。来，坐下。哎。到了，就是这里。慢一点，把小峰抬下来。日出又日落，深
处在深处，一张小方桌，有一荤一素，一个身影从容的忙忙碌碌，一双手让这时光有了温度。太年轻的人，他总是不满足，固执的不愿停下远行的脚步，望着高高的天，走了长长的路，忘了回头看他有没有哭。月儿明，风儿轻，可是你在敲打我的窗棂，听到这儿你就别担心，其实我过得还可以。月儿明，风儿轻，你又可曾来过我的梦里？一定是你来时太小心，直到我睡得轻，一定是你来时太小心，怕我再想起你。